假作准，跑吧，走。 二当家来了啊！何府堂的王八蛋老实吗？老实，一个晚上没动静。杏儿刚进去给他送饭呢。嗯，把门开开，我看看啊。二当家的，慌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人真是个土匪，当着我面就脱裤子拉屎了都。什么？呸！这个王八蛋啊，还没吃饭呢，真倒胃口。你们两个谁都不许给他送饭，让他吃屎去。嗯。哎，二当家放心吧啊。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，别撞了！谁开的枪？这小子不老实。 怎么回事？那小娘们儿，二当家早盯上了。妈的，我之前说什么来着？赶紧给我救人去！大爷，不想活了！二当家的好心你也敢坏？你小子短个屁呀、啊！大当家临走时跟我说了，让我看着他。大当家的走啊？什么时候？你级别不够，我用不着告诉你。要么帮忙，要么滚蛋！敢拿头撞我！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大麻子的厉害！大麻子，你小子干什么呢？廖大牙，你小子撞丧了你！坏了，老子好事，老子要你的命！滚！大当家吩咐我要我好好的看着你，你小子赶紧把裤子给我提上，要不然我一枪把你给崩了！小娘们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！这个兔崽子，干坏老子好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老实！啊，轻点，轻点！啊啊！快，快点！ 出去，走走，快点！老实！松点！连云警察局奉命捉拿土匪王三春，搜妻。干嘛呀？有抗命者就地正法。警察局，王三春，误会，误会吧？这是啊？邹七，啊？没想到吧？谁是邹七？你胡说什么？何富堂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我们两个是两口子，他会真抓我吗？两口子？ 我夫人呢？刘二全呢？是不是让你害了？我没有，不是我干的。杏儿，哎，杏儿，快去看看夫人怎么样了。哦，好，你们俩跟着一块去。是。这儿，快去报告队长。哦。 刘二全果然被绑架了，什么？一个摊子你都绑，邹七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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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干的。邹七，今天要你口供，把舌头给我捋平了。何福堂，好好开导开导他。刘队长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。局长大人，我不是邹七，局长，冤枉啊！我不是邹七，我不是。
都听好了。刘二全，私藏土匪王三春，有同犯踪迹在此，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可以了，把他卸了，把他舌头卸了。我来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局长，宗七咬舌自尽了。嗯，死了吗？没死。想自杀，没那么容易。带走。是。是。走。所有刘二全的人，全部抓起来。局长，局长大人，我们都是穷苦出身。都是为了活命才跟了刘二全呢，请局长大人饶命啊！对，局长大人，请您明察呀、啊！我们跟刘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局长大人，如果要是有王三春，我们知道的事情，早就告诉您了。局长大人，我们几个就是混口饭吃啊！我们就是混饭吃的。是啊，好，那就先不抓你们，等我们回去查明了再说。谢谢局长大人，谢谢局长大人。说对，怎么办啊？还要回来问罪呢？我说你们傻呀！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走吧！走，快走！何老爷，何老爷，我不想走，我想跟着你。为什么？何老爷，您的威名我听过了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您真有本事。起来吧，我那些东西放哪儿了？在那边，何老爷。走。何老爷。回广工这儿呢，就交给你和杏儿了。刘二全这么多年，存了不少大烟，弟兄们逃命可以，动大烟绝对不行，好不好？好，何老爷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这院永远乱不了。那三儿进去。来，何老爷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拿着。何老爷，这个真不行，我廖大牙。叫你拿着就拿着。谢谢何老爷。叫什么老爷？叫大哥。谢谢大哥。姐，都来了。姐。彩玲。哦。哎呀，真好看。这才是我们府堂的媳妇儿呢。对了，你姐夫来电话了，他说今天晚上他亲自把刘二全押过来。啊，好。哥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啊，我们兄弟几个把二全给杀了算了。府堂，他们说的有道理。怎么着？你们这三个大男人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摊子是吧？用什么杀？机枪，火炮。刘二全不是什么坏人，让他好好活着，看看将来冯立镇是什么样，行不行？啊，别烦我了，快走，烦死了。就给姐打个招呼。姐，姐，干嘛呀？姐，你们俩干嘛？姐，滚！姐，快给我滚！姐，还不滚是吧？那我们滚了。滚了。姐，我们滚了啊！滚了！两个兔子。爹！哎呀！爹！妞妞！哎呀！妞妞！你干嘛？
嘛去了，宁宁？我跟徐老二学文化呢，里面完了书，他不许我走。那徐老二是谁啊？你看爸爸揍他啊！妞妞这两年跟着你们都学野了，刚来的那会儿身上还带着刀子呢，吓人呐！娘，你现在我给他找了个好老师，让他每天跟着学点东西。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整天说想妞妞，想妞妞，想妞妞，见着妞妞你哭什么呀？看见妞妞，我就想起桂桂。贺福堂，我把话说在前面，不管将来你有什么打算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儿子的仇你必须得给我报。有个事儿不明白，你说咱们这次得救，杏儿帮了很大的忙吧？可是你连廖大牙都讲了，为什么把他们给忘了呢？这么说吧，廖大牙是帮忙，可以给钱。但是杏儿呢，是报恩，要是给钱的话，会伤心的。明白。这次虽然得手，但刘二全毕竟是牛天赐的人，迟早得知道。福堂，姐夫已经帮咱很大的忙了，再不能拉姐夫下水了。广平不是久留之地啊，眼下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姓牛的给收拾了，这样咱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回到风雷镇，是不，大哥？天赐不好对付，当年的马四海啊，上海的李兰群都不太一样。那些人毕竟都有一怕，这个牛天赐，他什么都不怕，拥兵自重，下手即黑，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不好对付。哥，我们是不是先摸摸他们的底啊？中大烟这种事情，他们上面是否知道？和谁联手？他们大烟销到什么地方？我们是不是应该都查清楚啊？把这个查清楚了，比杀了他还难。黑娃说的对，这么多年没见到牛天赐，得把他底细摸清楚。这样吧，明天我跟黑娃去到县城，探探牛天赐的底。好，千万小心，这人特别危险，好不好？仁峰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刘二全，你把我图纸弄好了。哎，好，我的图纸啊。你放心吧，啊。来，帮个忙。这下人真够笨。一个摊子把腿绑上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手不能解，解开你就能爬出去了。二全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胖了，好看了，真的，好看了。能不能别折腾？折腾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死上，我死不了，别折腾了，我就是你的克星，好不好？我是你的克星。刘旅长马上就打过来了。你说咱俩谁是谁的克星？哎，你和那个牛旅长是怎么回事？想知道吗？嗯。
有个王母娘娘，你知道？知道。这些年，她考虑我们刘家吃了这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的罪，所以派牛旅长来风雷镇。牛旅长是牛魔王转世啊，当然神通广大了。行了，累不累呀？歇了吧，啊。两碗杂碎。好嘞。旅长好。来了。哎，谢谢。老板。哎。什么事儿？我问问你啊，刚才带着几个兵的那个人怎么那么气派啊？外乡来的吧？啊，吃饱了赶紧走，别问那么多。哎，我就问问，怕什么的呀？他又不阎王爷。哎呀，您算说对了，他就是我们县城的牛旅长。旅长？旅长这官有多大啊？现在这世道吧，官大官小没什么，关键是看手里有多少枪。没错，老板，我们哥俩呢？在六盘山倒腾点山货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想当兵。您看您天天在这儿摆摊儿，您是不是给行个方便？您这话说的，我就是个卖羊杂碎的，能给你行什么方便？老板，那个不用您推荐，您就告诉我，那个旅长他们家住哪儿就行。哟，您这出手可不像是个卖山货的呀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哥俩在外面惹了点小事儿，想找个靠山。原来是落难的兄弟。对呀。好说，这牛旅长啊，就在这军备处里面住，有能耐自己进去啊。哎哎哎，这地儿我哪进得去啊？那什么，你就告诉我他平时爱去什么地方就行。你这不难为我吗？大哥，求你了。这城北啊，有个月满楼，牛旅长爱吃那种娃娃鱼。那吃完了，晚上有什么风流快活的地方？没完了是吧？大哥，谢了谢了谢了。这个月满楼对面有个畅春园，牛旅长在那儿包了四个窑井。真的吗？就这么多了，别再问了啊，赶紧吃。咋？这凌云县。就属牛天赐的势力最大，刘二全的事情，他肯定很快就会知道。啊，我也为这事发愁。这刘二全，我问过他，油盐不进啊，一个字儿都不说。哎，姐夫，他们在风雷镇种大烟，你们县城这边不知道吗？能不知道？牛天赐贼精啊，上下打点的极好。我吧。每个月也能收到他的红包，不是贪他那点钱，实在舍不起。不，他的上峰不是在西安吗？咱们告他行不行？告他执法犯法。这要是前两年，兴许还走得通。可是眼下，小日本占了东北，华北局势吃紧，全国正在抓紧备战。西安的重兵，十有八九都在潼关守卫，哪还有闲工夫管咱们县城的小旅长啊？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牛天赐没人管，上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啊？那换句话说，就是牛天赐死了，上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人管，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我知道你当过几年筛弹王，有些胆气，
可是牛天赐不是四川的土恶霸，他是军备旅长啊，不说是动能动得了的。是，我知道。我警告你，福堂，你别再作作作，给我作出什么大事来。我也没作呀，我没说什么，我就是问问嘛。瞧你这死样子，不怪你姐说你，你肚子坏水。谁？你是谁？哪儿来的小丫鬟？你才是丫鬟呢！你是何府堂的闺女对吧？我是妞妞，你是谁？怎么住在这边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爹娘才对。妞妞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娘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妞妞，以后不许你到这儿来，听到没有？娘，这里面锁住了一个女人，怪可怜的。小孩子弄什么？回屋去，快点。周彩玲，你怎么不敢告诉你闺女我是谁呀？也好让她知道，她爹娘是个什么东西。刘二全，何府堂让我善待你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打我们家妞妞主意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你怕什么？怕我把身份告诉他？切，笑话！你什么身份啊？我们家妞妞听得着吗？我再警告你一次啊，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这些事儿，你要是想多活几天，最好管住你的嘴。你算什么东西跟我说这样的话？别忘了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何普堂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充其量不过是个姘头，他何府堂没有我们刘家，他能有今天？如今你倒成了男人了，别忘了，当初你只不过是给我们刘家跑堂会的一个小戏子而已。妞妞，你先别撕了你的嘴不可！你干嘛呢？我让你说。啥叫姘头啊？谁家的孩子？有没有大人管呢？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消息要是传到县里牛天赐那里，咱们可都被他害了。跟他到一家中药铺，他们进了院子，我从后门进去，翻进去一看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十几口这么大的缸，里面装的都是稠乎乎的稠浆，味道很冲，跟那个大米稀饭一样。嗯，那肯定是腌浆了。这小子挺聪明，把东西放在中药铺的后院，让人不会对味道产生怀疑。说什么了吗？院子里面有卫兵，我没敢靠太近，我只听他们说赶紧制成膏子送到汉中什么人的府上。看来夏家还是在汉中，这个我也打听到了。那个姓牛的贪吃也贪色，畅春园月满楼他一天都没缺过。嗯，行，那咱晚上去看看，看有什么动静吧。嗯，走走。我叫你别进来，你贪这种小便宜干嘛呀？
叫你别见了，别见了！你贪这种小便宜干嘛呀？我叫你别见了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你给我，干嘛呢？你们两个？他贪小便宜，我就是看不惯。我一不偷，二不讨的，捡点粮食总可以吧？哎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啊？你忘了？我是小德子。徐忠德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你是那个徐忠德啊？你怎么还没长大呢？这么多年还牙还是这个样的。爸，你认识徐老二啊？啊，但我不但认识他，他救过爸爸的命。好啊，你这个徐老二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说这干啥？看看，让叔叔再看看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都没长大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黄豆。来来来，给我看看。勤俭节约。哦，勤俭节约是吧？嗯。这黄豆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我见到马帮口袋里撒出来的。那个马帮什么时候经过的？去哪儿了？大概一个时辰之前，朝东去了。哦、怎么这豆子坏了吗？这豆子不能吃了，快回去吧。妞妞，你跟徐忠德马上回家，爸爸一块儿就回来啊，宝贝儿、快去吧。啊，不捡了啊。哦。走了。有些年头了，唐宗远可能还认识你。你别忘了他是警察，狗日里有三只眼。还是我去吧。等等，他不也认识你吗？我俩生啊。哎呀，稳着点，主要去墓地。放心。哎，半个时辰不出来，我就动枪。这位客官，不好意思啊，今晚被包场了，您见谅，见谅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老子是牛旅长的人，给我滚远点！哦，您请，您请。啊，牛旅长，我大老远走这一趟，可不是为了尝你的山货呀！哎，这儿的娃娃鱼啊，可是个稀罕物啊。这一年比一年少了。别别别，你别打哈哈。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。哎啊，唐老爷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正事儿可说呀？牛天赐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早年间，咱爷们儿是一条船上的。可这些年，你老弟有点不地道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坐等一杯茶，不如自己拿。唐老爷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？哼，打铁还得身子硬，这点你行吗？实不相瞒，兄弟，我之所以下了您的船，是因为我有风雷阵的音速场。不过，咱们买卖不成，仁义在。你凭良心说，我什么时候欠过你一块大洋吗？我说你欠我钱了吗？别扯远了，你也别跟我提什么风雷阵山场的事儿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只想问一句：陕南三大县都姓牛吗？啊？为什么我的货进不去？哎呀，咱们陕西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本地人做生意方便一些。再说了，在这儿走山货的又不是我一个人。您要是有本事，您去结交高人呢。
就凭你还想断了我的路？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陕西不是我的肉，我看着也不眼馋。可你不应该贪得无厌，竟然接连吃了我在甘肃和四川的好几个下家。这一点，你怎么说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那甘肃的文县、乌尔县，四川的四区、一十三县，不都让你给吞了吗？你的爪子快伸到我家里来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唐大哥，我尊称您一声大哥，不是我想砸您的饭碗，而是那边的生意人都讲究个货比三家。我的货比你成色好，价格比你公道，他们要买我的货，我你就别胡扯了。你是白送了他们一个月的大烟，哎，这才会使他们改邪一张。哼，还当我不知道啊？生意嘛，各有各的做法。唐老爷今天过来，究竟想做什么呀？大哥，前面路怎么走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等明天太阳出来了，一直向东就是。早知道会迷路，就不应该绕这么远去买枪。从石泉南下，不也是四川地界吗？你懂个屁！石泉往南是万源，那个地方不是刘翔就是红军，咱们去找死啊！这片山路实在太苦了，咱兄弟哪受过这种罪啊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司令还在那山里边跟国民党周旋，他老人家啥时候受过窝囊气？可这一带不是何府堂的地盘吗？咱们打这儿过，不会被他认出来。哼，这小子如今在上海呢，他可顾不上咱。你怎么知道？夫人在报纸上看的，说是发了笔横财，不过也没全信。总之啊，这小子真要是起了事，必然会回来。这小子练家，在黑虎山的时候，就天天想着回他的风雷阵见他的场面呢。哎，这何府堂跟司令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少不了司令将来要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是这话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武器赶紧运回去，多找些弟兄，司令好东山再起。很简单，各让一步。你也知道我在陕西经营多年，不过今天当着你的面，我可以给你发誓，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踏入一步。你也不能再给甘肃四川送货了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。哼，生意归生意，大家毕竟有情义在，别伤了和气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牛天赐，我今天给足你面子了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哼，别说你一个凌云的小旅长，就是汉中的匡新田，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我知道你跟四川的二流是拜把子兄弟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这儿是陕西，由不得你在这儿撒野。哼，牛天赐，你别昏了头。哼，小心你以后出不了凌云。别替我担心，我在想今天你能不能出得了这个酒楼还是回事儿。抄家伙！哎，你去哪儿？茅房。都把枪放下。误会，误会，我是王三春的人，吃饭走错了地儿。我铁血营200名的弟兄在外面候着，不要命的你们就开枪。当家的，怎么了？吃饭走错了地儿，让人围了。那咱们也把他们围了吧？不用，
二位你们慢慢谈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四和唐仁远他们俩争起来，咱们就有机会了。对，要么不下手，下就下四手，弄死牛天赐，赶走唐更远，再来个一石二鸟。一石三鸟。嗯。你们没回来之前，我在后山碰到一个马帮，王三春的人。真的？真的。嗯。关在后院那女人还是不吃饭、啊？今天吃了，是彩玲亲自送的，在里面待了一个多时辰，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居然老实了。老二跟老大亲自送饭，不合常理啊！咱们就念佛吧，别把人命搞出来就好了。彩玲是那样的人吗？你别瞎想啊！还有啊，什么老大老二的，这柳二泉算什么媳妇啊？福堂啊是可怜他才留下他的，他那是投鼠忌器，万一牛天赐杀过来了，一张牌都没有啊。你把我兄弟想哪儿去了？他是那种人吗？他要是有这个心，当年连魏振仙都杀了，这柳二泉还能活命？我的兄弟啊，我最清楚了。他从小就爱打抱不平，面冷心热。这刘二泉在他心目当中，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残废女人。好，就当我没说好吧。我留下来，你再想想办法，看看怎么对付县城那个阎王爷。要我说，老老实实把刘二泉放了，咱们远远的躲一阵子再说。府堂的性子，他能甘心吗？那你就等着咱们全家陪着他一起跳火坑吧。要不，我们得找他商量商量，赶紧想个办法。哎，越快越好。我这无上宝眼看要落地了，脑袋能不能保住，还看造化呢。瞧你说的，别自己吓唬自己啊。你不知道了吧？你弟亲口跟我说。他要杀了牛天赐，多大的胆子！牛天赐还没追究过来，他倒先打算往虎口送了。福堂，这事儿要不要跟姐夫说一声？千万别告诉我姐夫，这个人一脸紧张兮兮的，把什么都漏了。要想坐得正，连他一块瞒着干。这回王三春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他先放着。主要是县城那边，趁着唐根远和牛天赐两个人纠缠不清的时候，咱们尽早下手，把牛天赐拿下。这次真是太危险了，老吴、黑娃露过面了，不能去了。哥，我去吧，他们不认识我。不行不行，你人去更危险，你根本进不了他身。你想，只能他在长城园把衣服脱光了，在那风流倜傥的时候。才能动手。哎，要不我和蓝韵去啊？不行不行，硬来少说得十几个人，你瞅冷子来了一下，或许还能成功。福堂，这事一定要智取。那怎么办？我去啊。你去。不，咋的了？嫂子，美人计啊。不是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我长得不漂亮，我去不了呗？漂亮，嫂子是第一大美人儿。这还差不多。三玲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知道，